新期 UP 主就看新期五，大家好，我是折腾五号。那么今天呢，就给大家玩一个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个玩具啊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给小孩子玩的。为什么今天要买这个呢？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玩意儿啊。这个猪啊，这猪，今年不是猪年吗？你买了一只猪。这个球里面呢，里面还有一个这个球啊。这个球是干什么的呢？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有个开关啊，你摁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玩吧。我是小朋友啊。朋友啊。好。我们把这开关放打开之后，就塞到这里边，然后它就会学习说话。新期 UP 主就看星星我，大家好，我是折腾五号。你看我像只猪吗？我像只猪吗？我不像猪，我不像猪，什么像猪？不像猪。啊，他就动不动，他就自己开始唱歌啊。别唱了，别唱了啊！他不唱了。好，你别说话啊，一个放在这里，当然就没什么意思。我呢，一口气买了九个。小王鸭的，这个什么兔子吗？这是？这什么宝宝吗？这是？什么宝宝吗？你等我吧，你放这兔子。这只猪啊，这个熊猫，这还有只猪，这还有个这个兔子，都这个。我们要一口气把这个酒全打开，然后会发生什么啊？我们一口气把这酒全打开，然后发生什么？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玩吧。我感觉要毁天灭地了，要。毁天灭地。嗯。Few moments later. 我现在不敢大声说话，我要是大声说话，他们就炸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安静？为什么他这么那么吵？我在想，孩子真的会愿意玩这个东西吗？这个东西家里只能买一个，你要是敢买两个以上，家里就炸了。知道什么叫汝窑吗？这个就叫汝窑，窑。
去，哎，我一身汗，太恐怖了，实在这个东西太恐怖了，你们太吓人了，你们这个东西，我先说一下这个东西的优点和缺点。我觉得它的优点就是它比较金酸，它滚，你不要抢我的话，树哥。如果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模仿声音的给孩子玩的啊，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孩子啊，这孩子真的会喜欢玩这个东西吗？啊，我觉得成年人玩这个也不错啊，能把我笑死，真的。如果你们想抱谁，一股气的给他寄好几个，然后你把电源打开，然后你把这个快递寄给他，我再想办法把这个东西送去，我想一想送给谁，我不能自己一个人承受这番痛苦。哎，周末啊，哎，我这有个特别特别好玩的玩具啊，我给你寄过去呗。你不是做什么虾评测吗？啊，特别好玩，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好玩啊！我给你寄过去啊。OK，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视频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就请在视频下点个赞、留个言、点我关注，最好点一下收藏，因为收藏对 UP 主真的非常的重要。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，我是折腾五号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大家拜拜。